我妈炖猪蹄儿了，今儿来一个猪蹄儿火鸡面，家里还剩两个蒜香炸鸡。哎呦，火鸡面做好了，这次汤稍微多一点，再放上两个我妈炖的小猪蹄儿。哇，这猪蹄儿真挺小的。我还蒸了一颗土豆子，知道我要做啥了吧？没错，把芝士土豆泥也淋在火鸡面上面。再放一个奶酪球，嘿，这个土豆泥芝士奶酪球火鸡面就做好了。咱先把这个奶酪球整开啊，哎，里面是这样式的，哇，浓浓的奶味儿。我还点了一杯果茶，把这土豆泥拌开啊，哇，来一口芝士土豆泥火鸡面。我的芝士土豆泥做得太成功了，土豆泥非常丝滑，而且奶味十足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比我上次用薯片做那个芝士土豆泥还好吃。来口果茶，哇！沪上阿姨的新品草莓桃桃茶是真的不错呀，大颗的草莓和桃子果粒搭配着清爽的茶底，酸甜可口。还有一杯浅浅清末是给小助理的，这些都是我在美团外卖 APP 上买的，两杯到手才20出头。每个月的18号都是美团外卖神券节，上美团外卖搜大周就能领18元神券，下单立减，还有超多大牌福利，肯德基的辣宝可乐2件套13.9就能到手，必胜客的薯角培根披萨只要29.9，18号当天还有德克士、朱毅、烧仙草等超多大牌，1毛钱限时秒杀，快点去评论区领取吧。再来口蒜香炸鸡。我这个妈妈呀，按小助理的话说，啥东西就没有不香的。这炸鸡是脆皮特别薄，吸满了这个蒜香的汁儿啊。不光皮入味，里面这鸡肉也入味。这脱过猪蹄儿一周不吃我就想，这猪蹄儿特别小，这就纯纯的一口蹄儿了啊，酱香味足，刚炖出来就比放一晚上要好吃。嗯，你看这大筋头子，哎呀，我妈这手艺行啊！我刚才又去煎了一颗溏心蛋，哎不，哦，还好还好。蛋黄没有破，哎呦我这妈妈呀，鸡蛋的边被煎得焦焦的，卷个炸鸡，我咬这么大一口就吃这么点鸡肉，吃了稍微有点埋汰，不要在意啊，大家不要在意，把剩下这点土豆泥给它刮掉。行了，就这样。哎，差点就把他给忘了。我这个抹茶好浓郁啊！行了，就是这样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的话，记得点三连哦，拜拜。